啊，各位好，那今天要来教大家，今天要教大家说，如何用跨 VPN 的方式来玩哦，《暗黑破坏者三》，玩《暗黑破坏者三》。那这一款大作哦，其实已经蛮期待蛮久的了哦。那我们要怎么玩？我是用这两个 VPN，那中间那个是录影软体，那个先略过哦。我是用这个第一个哦，还有最后一个哦，就是 OpenVPN 啊，For Android 和 OpenVPN Service 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怎么弄哦。那网络上 App 都那个 Google Play 都有哦，各位去下载一下哦。还有我也有下载 O。最下面那边 OVPN Speeder 哦，OVPN Speeder 哈，一般来讲我是用这两套哈，你就直接点到这里来，哦，点到这里来，然后你就随便选一个，比如说我选韩国的，随便选一个哦，然后你就 Connect，下面就会 Show Connecting。那这个看一下有没有，哦，像这个状况，它就是已经连上去了，哦，已经连上去了，哦，那我们来登录一下，看能不能进入《暗黑破坏神三》哦。哦，那这样子哈，我就登录进去了哈。哦，那像我进来哦，哦，那我现在就是登录，就是登录这一个画面的哈。哦，那以上大概解说到此完毕。